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雀啊。大家还记得上一期的大神纸皮活动吗？那次活动还没有结束，官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纸皮赠送活动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看活动介绍吧。本次活动叫第五寒假作业，参与方式关注大神第五严格圈子，然后点击这里热门活动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活动寒假作业，点击进去之后再点击里面的传送门链接即可参加，然后就可以开始答题了。小雀完成了一次，题目都是和游戏相关的，所以应该难不了大家。再看看奖励，答题完之后获得满分150分的话，把截图分享出去既有机会获得永久纸皮卡一张，没有满分的也可以分享出去，有机会获得胡子先生随从一个，并且必得20线索和大神头像框。整个过程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，大概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，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赶紧行动起来吧，说不定除了春节的纸皮卡之外，在这里又可以获得一张纸皮卡哦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